爷爷，哈，这嘛是生五个囝吼，啊，五个囝嘛拢照顾得真好真好吼，所以这个妈妈的确是辛苦走过来哈，因为五个孩子也都很有成就哈，啊，有在这个环保局服务的，有在公卖局服务的，也有在公部门服务的哈，真的是一家。教养都非常的杰出，那么他自己呢，平常在家里面的菜园种的那些蔬菜水果也都会跟邻居来做分享，实在是很热忱哈。来，求起来，向欢迎好，各位给他们一个掌声，恭喜恭喜陈玉妹妈妈荣获简心里所推荐的模范母亲。好，我们接着要来欣赏的是22号，来自马来。